宝宝，爸爸在拍你呢，你看到了没？哈哈，把帽子戴弄一下。刚睡醒，人家还不太开心嘞。刚睡醒啊？嗯。宝宝，等下外婆带啊，妈妈又要出去了，妈妈去摘菌子来给你吃哦。今年最后一茬虫病，看有没有收获，等下去山上看一下。 今天妈在这弄那个红薯皮，红薯干，红薯干，红薯皮，你有毛病吧？他从我们那里，我们家估计挖了1000多斤红薯，然后从里面挑了这么几个带点黄心的红薯，薯，对，因为这个甜一点嘛，这个最甜的，哎呀，其他的都已经变种了，都已经变成白的，就不好吃了。宝宝，这个已经放了大概半个月了。 所以这个现在枯了一点就比较甜了嘛，然后就可以做成那个红薯干了哦。但是给你吃好不好？我才不吃嘞！哦，还不好？还钱不吃嘞！妈妈又去背了一桶红薯过来。妈妈，我给你送个礼物。我给你送个礼物。那礼物不好玩的哦。这个礼物不好玩的哦。 这个礼物是个钻石王哦！这个礼物一拿来就不停干活了的，这是个钻石王的哦，是不是啊？他最喜欢他外婆，看到外婆就笑，你看，好开心的。开心的。哎呦，拜拜！妈妈要走了，你还高兴个屁啊！拜拜，他看到外婆他就开心。 拜拜，走喽！啊！我说了不来吧？这不是有收获吗？这还能吃吗？这个还算好的，刚那都被虫吃了，里面都有蛆，你吃啊？给你吃好不好？烦死了！啊！告诉你不来，你要来。今天真的是没有，感觉都已经……你们看一下，过季了，总共就摘了几朵。你看这种都摘了，这种里面都有蛆的，就凑数了都。你看，我说不来吧，他要来。 怎么了？这里有个大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来了，哪里啊？看到没？是啥石头？<笑>刚刚我老远看到，以为是的啊。一个石头，你跟我说有，哎，冒病。这里有。那你敢吃吗？你敢吃，我就敢摘。给你吃，做给你吃。 烦呐，每次都骗我，还帮我又蛮多。哎，你看那个人又在骂骂咧咧了。今天真的是没有收获，我们准备回去了。你下次再敢叫我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刀就在你头上架着。嗯。现在已经过季了。 你看，哪次上山找菌子不吵一架？不想和你说话了，现在。走了，回去啦。下次你再叫我来摘菌子，我要给你翻脸。走吧，回家。我听到儿子的召唤了。今天我们总共就摘了十来朵吧。 回家打碗汤，我来起。开始呀。
Hello，Hello，宝宝，那是谁呀？看都不看我们，看你猫哥的蛋，就是看你猫和九哥的。妈，你知道我今天摘了多少？摘的个雷布，你看，哇塞，那么多！哇塞，今天晚上打个汤给宝宝吃。我说不去吧，你爸爸要去，这不。我摘了那么多，放一提桶水，我们家里全部都可以吃啊。嘿，下一个子。妈妈妈。